又能做松软香甜100%成功大米400克，提前2小时浸泡，泡到米粒能用手指轻松碾碎就行。另外准备30克红糖和30克白糖，300克清水，把糖融化，然后把泡好的大米、沥干水和糖水混合，用破壁机分2次把大米磨成浆，一定要磨到非常细腻，米糕口感才会好。米浆里加入4克酵母、50克面粉，搅拌至完全看不到干粉颗粒，面粉量很少，不会影响米香味。密封，放温暖处发酵，发酵至原来体积的2倍大，充满气孔，然后搅拌排气，一定要充分搅拌，让米浆达到发酵前的状态。蒸米糕我用蛋糕纸托，容易脱模，米浆倒满纸杯的7分满就行，上面撒点蜜豆或者葡萄干，二次发酵，直到米浆长到纸杯的9分满。冷水上蒸锅，中火蒸25分钟，关火后焖5分钟揭盖。这个配方的米糕不粘牙，而且放凉也不硬，浓浓米香味，松软香甜。我一50克黑米或者紫米上各色，清洗干净以后浸泡2小时以上，浸泡过的糯米口感更软糯，和平时煮饭一样多的水，按煮饭键。准备做烧麦皮的面团，200克普通面粉加120克清水，
揉成一个光滑的软面团，密封醒面20分钟。紫色的糯米饭煮好了，颜值还不错。锅里油烧热，把肥肉丁煸出油汁，再加瘦肉丁，炒到肉末微焦，加入胡萝卜丁和玉米粒，加调味料盐、麻辣鲜、胡椒粉、老抽，炒熟以后再把糯米饭加进来拌匀，出锅用手把糯米饭团成团，压紧一点，面团切成小剂子，比平时饺子皮剂子稍微大点，擀薄，包上糯米线，顶部口子留出来，不用全部包住，上蒸屉，大火再蒸10分钟左右。糯米饭不要煮太软，不然烧麦会塌陷。皮薄，馅软糯，今天就安排。咸香入味的盐焗鸡蛋，做法比煮米饭还简单。8个鸡蛋，把蛋壳清洗干净，加清水没过鸡蛋，加一大勺白醋，软化蛋壳，这样更入味。浸泡半小时。准备一个电饭煲，底部垫上锡纸，能防止鸡蛋烧焦，电饭锅也容易清洗。先把鸡蛋轻轻放好，2勺食用盐，加1勺五香粉或者椒盐粉，用半碗清水化开，搅拌至盐融化，再倒入电饭煲，盐水没过鸡蛋一半就行。先用一个煮饭程序，打开盖子，把鸡蛋全部翻个面，再用一个煮饭程序把剩下的水煮干，已经满屋子的香味了，特别入味，比茶叶蛋还好吃。